饭来份炒河粉。好嘞，10块钱一份，小伙子。可以来一份。是我们正宗的这个广东河粉。好嘞，先河粉先放锅里边给煎一煎。先煎河粉。哎，这是炒河粉的灵魂关键。河粉一定要先给煎到这种边上起疙瘩。河粉一面煎到起泡的时候，快速来个翻锅。好嘞，是这样的感觉。河粉两边都煎得差不多的时候，这会儿简单的给喷上一点小酱油。把河粉，这是快速的炒出锅气来。哇，老板这技术可以啊！那必须的，干了6、7年。好了，就这样。这时候河粉先下入锅中，加上一颗鸡蛋，10块钱。鸡蛋要给你们吃，有蛋有菜。鸡蛋送的是吧？都在10块钱内。好，快速翻炒，鸡蛋打成蛋花，肉丝儿，加上一点胡萝卜。来上一点这个小洋葱，加上一点豆芽子，来上一点小包菜，加上一点小青菜。你看，光菜就已经半桌了。8种蔬菜呀、啊！对，数学很好，我数的也是8种。只要断心儿，吃的就是它的清脆的口感。嗯，这时候里边来上一点点这个小味精，加上一点这个秘制小撒粉，来上一勺盐巴，来。翻炒一下，这锅底好漂亮。哎呀，好，这时候锅边加上一点酱油，酱油一定要顺着锅边加。这还有讲究吗？有讲究，这样酱油进来才会产生这个焦糖的反应。来，快速加上这个河粉，这就要好了吗？马上出锅啊，小伙子，别着急。要快速热水把它颠起来，整个河粉才能搅散。就是这样的。快速喷上这个锅边醋，老板，你这像20年的技术。怎么样？没有那么多，只是吃过都说好。好嘞，来，小伙子，就这样一份，吃过都说好。好嘞，这一大碗。来，小伙子，你的炒河粉记得用嘴吃啊。好，谢谢老板。